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卷第五百九十一页，啊，五百九十一页，第六行，啊，第六行。 从以下数据经文从这里看起啊。以下数据经文，崇名自他二利与平等说法之德行，因犹差度生均。 不立说法，但说法呢不能立自觉，故下云：舍离一切智处，成就无量功德，以无爱慧揭发入。入成名自利之心呢圆满。此四句。 以舍利执着为首，因此设为入道之关键。昨天学到这个地方，啊，这个里面的意思很深，也非常重要。 真正想入门，想其如佛的境界，这是一个关口，啊，关键的所在，不能不知道，啊，那就是舍离妄想执着。 经文说了前，说了后，当中啊省略掉了，啊一定包含在其中。如果具体而言呢，那就是学理、妄想、分别之中。 《华严经》给我们说这三桩事情啊，通通都舍利掉了。当下便是如来智慧德相。这世尊在《华严经》上说：“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的相。” 全都真的了，这一句话是大圆满呐、啊！全都给我们说出来了。妄想是无时无名烦恼，分别。 是尘沙烦恼，尘沙是比喻，就是、烦恼之多，分别给你带来烦恼之多，就像尘沙一样数不尽的。啊、哎，在底下一个就是见死烦恼。 化眼经成为执着，所以执着就是见思烦恼；分别就是尘沙烦恼；妄想就是无始无明烦恼。这个东西不能不放下。 啊，这三样东西不放下，就不能真得。要想真得，那你就一定得放下。啊，只要一放下，你看当下便是如来智慧德相，就成成佛了，究竟圆满的佛果。故今许。 在经上接着说：“成就无量功德啊，只有如来果地才是真正成就无量功德。”从这个意思，我们就能体会到。 念佛重要啊！重要在哪里？这一句佛号，原来就是诸佛如来无量界中啊成就的无量功。 一次功德了，加持给我们了。你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就加持一次；念两句，就加持两次。诸位，细心去思维观察，是不是这样？ 如果是的，如果是真的，我们再也不怀疑了。这是真实的，不但是真实，真实当中的真实啊，决定不是虚幻。 让我们联想到这部经、这部注解，跟佛号的意义功德是相等的。师尊为我们介绍，这是。 阿弥陀佛，无量界修学的功德成就啊！我们将这个经念一遍，就得到。 弥陀如来，无量劫的功德成就价值。我们起一个念头，真正向往生极乐世界，耶佛如是啊！啊，所以佛在这经上常,常常说，功德不可思议。 啊，决定不是假的。无爱慧，知圆融，通达之佛慧。啊，我们要特别重视“圆融”这两个字，为什么呢？ 我们确确实实齐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就是不会圆融。啊，所以跟六尘境界的关系不好啊，关系要好，哪来的灾难？ 啊，关系好不可能发生灾难。发生灾难，自己一定要知道，我们个关系没搞好。啊，人与人之间冲突了，矛盾了，有了误会了，什么原因？关系没搞好。 不知道圆融，没有通，没有达。啊，要怎样才能够圆融通达呢？当然最好，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全放下了，那就没有一样不圆融，没有一样不通达。 烦恼习气没有放下，那你就得修忍辱波罗蜜？你得要学习拓开心量，拓开心量是必须要修的啊！为什么？古道的常数。 量大福大了，如果心量不脱不脱开，你的福报就有限，你没有大福报。大福报第一个条件是大心量啊，佛佛报之大，没有人能跟他相比，原因是什么呢？ 他的心包太师，他的两州杀戒，我们一听自叹不如啊！我没那么大的心量啊，那你就没有他那么大的福报啊！如果真正要想得大福报，这心量不能不偷开。 下面说为以这个无爱慧呀，为以作无爱智，大吉经云，无爱智慧无有边，善结众生三十四，啊，这是大吉金两句记，说明。 母爱智慧，它起的作用，对于一切众生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全知道了。有法华经，化成玉品。如来无爱之。 执彼佛灭度，即声闻菩萨，如今今灭度，这个灭度意思也是很深。什么叫灭？什么叫度？灭烦恼习气灭了。 放下执着，见思烦恼灭了，成阿罗汉。啊，这是度的意思，把他从凡夫地度到圣文地。 分别，尘沙烦恼断了，把声闻缘取提升到佛菩萨，这也是度，度他成菩萨，度他成佛。 如果再向上提升，把起心动念放下，这就是灭无时无名烦恼，帮助菩萨证得平等法身啊，踏实。 摄报图里面的化身大士，这灭度的意思，在四谛里面，因为只用一个字，枯寂灭道，就是四谛的灭，灭谛。 啊，无碍智慧啊，能知佛灭度，生闻灭度，见古佛，如今今佛，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个境界里头，时空。 没有了，时间没有了，没有先后，事情的发生就在当下。啊，《花严经》常跟我们说过：“涉世古今，不利当下。” 要不离一念的啊,啊，这一念里的具足设施过节，但是这是说明，空间了不可得，时间了不可得啊，这叫是。 这叫揭发肉如,如。第一个法是发心，第二个如呢是发相。发心，如其发相，发相啊如其发心。性相是一，不是二。 啊，随教如如，啊，性如其相，相如其性，啊，这个意思。前面说的很多，经营属于揭发如如使是其理解空同。 就叫他做如，只有空才完全相同啊，有就不同了啊！皆知万法皆如啊，万法皆空。 万法皆同啊，所以万法皆如，这叫皆如如，如如者，乃楞伽经所说无法之言。 法性的离体，离体就是自信。啊，就是真心，能生能现，包二平等，所以称他作如。 彼此之法，此是自己，彼是身外之物。啊，身外之物，那就是。 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诸法皆如啊，没有两样啊。故曰：如如，一切法皆是自信。 所行所变，所以一切法呢，就是自性。我这个身体是自信。你的身体也是自信，他的身体还是自信。树木花草的身体。 山河大地的形体，虚空法界的形体，全是自信呐、啊。所以叫如啊，性如其相，相如其性呐、啊。性相合起来，称叫如如，称的好。 是政治所起之立的，政治，在向宗》里。讲的四分，政治是政治正分。 是真分，所起之离体呢是自证分，从自证分里头变出来了见分，从见分又变出来相分，大乘佛法里面讲。 宇宙的怨气啊，一报同时没有先后啊，正报是我自己，一报是我生活的环境，我生活的环境跟我自己是一体，无一不如啊。 是,是万法皆如，万法如如，就这个意思。有大臣一章三三第三卷言如如者，是前政治所切之理。 诸法体同啊，故名如。这是《大臣一章》里面的解释。说得好。啊，言如如者，是前政治所切之理。 住法体统，前面也是这个意思。这个词在佛门术语用的最多，用的最普遍，它的意思不能不知道。 不能把它错解了，如果错解了，那就错到底了，全盘都错了啊！所以一定要正确的理解它。就业如中，提被横是这个杀戒横杀佛法。 信体就是自信，背是具备啊，这是自然的，不是修的啊，这是自信的心的。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说：“何其自信！” 本自具足，就这个意思啊，是本自具足的。提背、杀戒，横杀佛法。 先说杀戒，杀戒是什么？戒是世界，像恒河沙那么多，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啊，这叫杀戒，恒杀佛法。 随法变入，《法华经》上讲的摄入啊，随法随便念一法，它的体现。 就是如啊，他的心得也是如，没有一法例外呀，法法皆如。 会输也，如如是不一不一即一是因，相是多啊，相啊无量无变呐，作用也多。 啊，所以说它不一不异，不能说它是异，也不能说它是不异，不能说它是空，也不能说它是有。这就是大乘教上常说的“佛是门中一发不立”。 这个干净的一丝毫的污染都没有。啊，不空不油之意，正是中道第一的相烟。啊，像样子，啊。中道第一一的样。 那就是两边不离，都放下了，两边不离，中道也没有，这叫正方向。如果还有个中道啊，你又错了。中道从哪来啊？把两边合成一边。 这一边有个对立的叫中道，自信没有这没有中立，这个对立了啊，自信没没有对立，有对立了，迷了，觉悟了人没有对立啊，那我们要学佛，要记住。 我们想入佛的境界，佛境界里头没有对立。前面说过了，佛佛境界里头没有成见，佛境界里头没有起心动念，佛境界里头没有分别之处。万法皆空。 是佛境界，这从体上讲的；万法皆是，万法皆如。那从相上讲的，相因为皆是体，体就是相，性相不二。 啊，所以生佛也如生是一切众生啊，佛是圆满觉悟的佛果，跟六道众生，跟三途众生无二无别。 啊，那么这是会殊上所说的，不空不有，不一不异，正是中道第一义相也。啊，综上这两种说法，我们明白了。 彼此介入，介入故不一。没两呀那么又说彼此，彼此就不一。故云如亦非也。啊，这个“如”这个字的意义很多。 不是一种，意思很深很广。下面一句经文：“善知即灭因身方便。”这是经论。 幕后的一句话，在这一段啊，幕后一句话，惠俗语，知啊，善知。” 即灭因生方便，会说里说习就是极，就是极地；一夜间苦，苦是苦地，四地里的苦地，苦即灭道。 啊，灭呢就是灭敌。或道而言呢，因果相摄，因为灭是果，道是因。啊，因果相摄，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，故事。 四谛之教啊，及因身方便啊，佛对小乘根性人所说啊，此书就是会书一。 即灭就是苦集灭道四谛法中的集灭二谛啊，古云集中以艰苦，灭中以含道。今言集灭即标示的。 啊，舍即灭，你就得想到苦即灭道。啊，全都舍了了，又有雨，因入果海，因中有果。 国彻因缘，国中有因，因果相摄，小大偏远，同归一乘法中。故说四谛之教，是其方便二数，名为因身方便。啊，这里交代的。 很清楚。啊，因如果海，因中有果，果彻音乐。消是消消尘。 大是大成，圆是圆满，偏是不圆满。这些到最后呢，同归一乘法了。故说四地之教啊，是即。 方便而说，佛陀教学，随身众生的善根，获得。 英语祝福如来与化身大师们，他们清楚，他们明白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上人，无世界以来。 使用音声来传递信息，无量界来养成习惯了。理论上的改变容易，确确实实一念之差了。世事实上我们想把它做到，它真有困难。 真想做到，意不配合啊？你做你的，他想他的，跟你搞成不相干了。本来是关系非常密切，现在搞成冤家对头，不相干了。 啊，谁搞的？阿赖也是，妄心非常不稳定。啊，他在那里向东向西，向前向后，妄想嘛。 他并不知道他是妄想，他认为这个思想是正确的，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这个想法放下，啊，想都没有想过，他怎么能够说得出？ 教他放下，佛菩萨的意思，不是自己意思。下面这一行。 西山之教，这叫西阴生；灭恶之教呢，叫灭声音。菩萨于此悉能善解，故名善知啊。语种巧妙的。 明白了，这叫方便。方是方法，变是变异。用现在的话说，最恰当的方法，这方法用太好了啊！真的帮助他快悟了。 这叫方便呢。这里解释的很好。 我们把《静音书啊，从头念一下，《静音书页，善至习等，习是集，悉等就是藏这个这个呃苦集灭道，于中巧知故曰方便。 啊，书里的书，善知息灭因生，名慈无爱。啊，善知息灭因生，这叫慈无。 念了师，住宿不妨同餐。同餐就是同等的学习啊，此无碍他的生意。 心地纯净纯善，不但没有分别之处，连起心动念都没有。这个时候，慈无碍了。为什么？所有障碍。 啊，这一段幕后书不行是要在争论。啊，惠书对这一句话有解释，明其立果，为非世间无业之人，说明。 世间一切法，通通放下了。世间的语言放下了，这个意思讲，是放下了。 这个世间的爱好放下了，就欲望放下了。为什么放下？知道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就从理上放下了。真实，祖师们常说的：身心世界，一切放下。 这是利故、啊、为非世界无以之论啊。对自己没有真实利益的。 这种思维言论都要放下。为什么你要不放下了？它对你产生严重的障碍。障碍你得定，障碍你开悟，障碍你其如佛境界。 你要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你自然放下了。啊，放下是什么样子？是讲二六时钟啊，一天到晚。我们今天讲日夜二十四小时，心是不动的，没有一个妄念。 专要说出世大臣究竟了义不？究竟了义第一义地之言，这叫争论啊！他把事法全放下了。 爱好出世间法，大臣就近了意，他喜欢这些，就近了意，跌一跌，是不二法门。 这是真的。啊，前面说如不易。彼此不易。不一不易。 不依不依才是究竟了解啊，相即非相，空也非空。啊，性体是空寂的，为什么说它不空呢？它能生万法。 它要是真空，它就不能生万法；它能生万法，有也非有，所生的万法，当提皆空，了不可得。这个事实真相一定要有。 这是把真相啊全搞清楚了，不但搞清楚，再去受用，啊，大用谢前，相有非有，相可以受用。 不能知足不能控制，不能占有啊！于一切法里头，确实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动念。这样啊，你用一切法。 是如来境界，法身菩萨境界。你在一切法里，什么生烦恼？不生烦恼。为什么不生烦恼？烦恼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来的，就是你受用一切法里面加上，啊，今天讲的。 添加剂放在里面了，啊，里面有烦恼，有有无名，啊，有见思，有这些气，那就叫迷了，那就叫凡夫啊。受用一切法，这里头啊，没有烦恼。 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叫随缘妙用。他他妙就妙在此地，一切受用当中，只生智慧，不生烦恼，这就对了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。 知一切法悉皆空寂，生生烦恼二欲俱尽，与三界中平等勤修，究竟一乘至于平安。决断以往，正无所得，以方便之，增长了知。 从本以来，按住神通，这一成道，不有他物啊！这是这一篇经里面的第三段啊，幕后，莫后一段，说明。 极乐世界的菩萨德行圆满，我们应当要学习啊！首先知一切法了，悉皆空寂。 微妙经，弟子品，诸法就近，无所有，是空意。跟《大般若经》讲的一样，《大般若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一切法。 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一切时一切处、一切境园当中。 时时能提得起智慧眼的关照功夫，那就得力了。 慧眼照真呐，法眼照俗啊，真俗不二，是空意。 对一切法的真相啊，明白了，觉悟啊！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他这里没有讲世出世间”，意思是世出世间，包括西方极乐世界。 也没有例外呀、啊！啊，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现象，以什么而现象的？现在我们总算是搞清楚、搞明白。 以无时无名的息气，现在的这个境界，无时无名吸气断净了，这现象就没有了，息结空气。啊，不要等它没有了。 你这小子是空气啊！现在相还在，你就知道它是空气的，这真真是觉悟了啊！知道空气你的心是定的，在境界上它不起波浪。 波浪是什么？是起心动念，是分别之处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不起心，不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。这个心叫空寂，心空寂。 外面静也空寂，能生的空气，所生也空气。叫一如啊，叫如如啊，有大成一张二月，空者就理长明。 立即明空，离是什么呢？离是自信啊，自信没有下。 前面说过，它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三种现象都没有，所以叫它做空啊！啊，空不是无，这个空不当作无讲。 啊，所以在佛法里的上面常常加了一个字叫“真空”，真空不空，它能现象，能生万法，能现出三种现象：啊，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，它全能性。 啊，所现的这些现象不能说它是有，佛把这个有上加了个字叫妙有，妙有非有啊！啊，告诉你，妙有不是真的，你得不到它。啊，为什么？ 刹那生灭，生命的速度太快了。一秒钟生命多少次？一千六百兆次。一秒钟一千六百兆次的生命。你能把它捉住吗？ 说老实话，我们的肉眼见不到，不但肉眼见不到，诸天的天眼也见不到，菩萨的法眼也没见到，谁见到？ 前面我们学过无言，化身菩萨的慧眼见到了，慧眼照真呐、啊。什么样的菩萨？化身菩萨，明心见性的菩萨，他们见到。 啊，真正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见到了。大乘经上佛告诉我，八地以上，原教啊！啊，换一句话说，《华严经》上说的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只有顶上五个等级。 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等觉妙觉，这五个位次见到，见到说妙有非有，真空不空啊！真空不空，说实在话，发言就见到了，就知道了。啊！可是妙有非有难。啊 你没有见到，你就没有办法彻底放下。啊，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放下好，都知道放下重要，为什么放不下？你没有见到真相。啊，见到真相之后才知道。 是真要放下啊！不放下错了，为什么？他没有吗？妙有非有啊，有即是空啊，有不能执着。 空界是有啊，空也不能执着啊，空有两边都不执着了，全放下了，这叫妙契中道啊，契若契如了，恭喜你啊，你入了境界了啊，如来的境界，这不是普通境界。 有会溯也，般若妙慧，正极灭平等，自信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啊！为什么称它是妙？空有两边都看清楚。 一丝毫都不迷惑了，这叫妙啊！故曰，知一切法了，戒息即灭。 啊，空寂。康生凯的一本叫《寂灭》，有万善同归集。曰：教所明空，以不可得故，无实性故，是不断之物。嗯，这一句说得好。 它是无啊，但是它不断。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听到这一句话“不断之无”就在面前，电视就是的，是不断之无啊。诸位知道吗？ 啊，给你讲很粗的现象，你很容易懂得。电影，电影是不断之物，你知道？你很清楚的知道，为什么电影是一张一张幻灯片连起来的？啊，我们这里有一卷这个电影的底片。 这是电影底片啊！你看，在放映的时候，不就是不断之无吗？放一张一张连续起来的，它不断啊！一秒钟二十四张，这是幻灯片呐，连起来的幻灯片呐。 一秒钟二十四张啊，相续不断的，在不断中啊！电视的速度快了，他没有胶卷，现在用晶片，不容易看，胶卷容易看，因为你看到一张一张的换的明，啊，张张独立。 章章不同，是一种什么相呢？相似相虚相啊，它不是真的，真的相虚那是你一样的，前面一张跟后面完全相同的，这个、告诉你没有一张是相同的啊。我们六根接触的六尘境界。 是不断之物啊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，不是真的。所以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、啊。佛讲的太清楚了。 明白事实真相了，我们在这个现象里就不会起心动念的，不会分别执着啊，那你就成佛了，你就觉悟了吧。凡夫不觉，迷在这幻象当中。 以为它是真的，以为它是永恒的，不知道它是不断之物，不知道啊！啊，所以对他起起心动念，啊，顺自己的意思起贪念。 不顺自己的意思，其业恶啊，这叫造业了。在不断之无里头造业，你说你冤不冤枉？所以佛眼看众生呢，可怜悯者啊，真可怜呐、啊！如果这个东西是真的。 你起心动念还还讲得过去啊？根本就没有啊！啊，当体皆空了不可得，你为什么是起心动念？迷惑颠倒啊！可是起心动念呢、啊，招来的果报啊！ 国报也是不断之物，可是你在里头受了，啊，你在里面受苦，啊，善念善缘，你在里头享乐，受苦享乐也不是真的。 那苦好像真苦，乐也好像是真乐，不过乐时间不久，乐完了之后苦又来了，叫乐极生悲也。 佛在经教里面教我们啊，给我们讲空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非常不好懂啊。般若经讲这个道理，讲了二十二年了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四十九年。 四十九年里面，二十二年讲般若，讲空。我们不懂，我们要懂就好了，你就觉悟。了。 所以接着说，纵上淫正，皆要言之。极乐菩萨以般若妙会。了知一切诸法皆毕竟无所有，不可得，平等空寂。啊，只有空寂，才是真正平等。 但应地知一切皆空，不是断灭啊！就是前面所说的“空”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断之物。啊，不是断灭啊！此空即。 是设计离体，不是断口，是第一口。啊，就好像我们对电影这个道理的明了，啊，乃不断之物。啊，现在电影电视。 啊，特别是电视啊，几乎家家都有。啊，他所显示的真正修学大成的人，看到电视，你就看到不断之无，你就看到波若空气啊，这个画面显示的。 我们现实的世界跟这个没有两样，一个道理。啊，电视里画面这个画面里头，你能够控制吗？你能够占有吗？不可能。这就如同我们现前境界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。 只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就对了，就是佛知佛见了。要不起心、不动念，你就正得了，你就欺入了，通达。 明了，就能切入极密平等。知义缺乏了，悉界空寂。生生烦恼，二语俱尽。生生可知，分断生死之身，就是现前这个身体。 现前这个身体还有个现象，很少人能觉察，老年人容易，年轻人不容易。那他说：“便衣生死之身。” 我们的身体也是不断之物啊！这身体啊，变异生死就是刹那刹那在产生变化啊！我为什么是年岁大的人？ 比较容易觉察到呢，老化了。年岁大的人老化得快呀、啊，一年比一年快呀、啊。啊，八十以后就很容易觉察到，为什么呢？真的，一天比一天老，不是一年一年的，一天比一天老。 那老化的速度多快呀！啊,啊，老化这是变异生死，可是你要晓得，人从出生，年年都在那里变异，啊，只是你不知道啊，这生死两种生死啊，可是西方极乐世界人只有。 一种，没有两种。啊，因为他没有变异事实，永恒不变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身体现前这身，将来真的妙果了，离开十八图了，这就灭了。 这个生根灭的时间非常长，经上讲的三到二十几所以叫无量寿啊？无时无名烦恼习气断尽了，十八图就不存在了，就没有了。 长极光图现了啊！你到哪里去了？回归长极光了。长极光没有现象，叫寂灭。虽然是寂灭，它又能吸引一切相。 啊，我们看老居士注解，啊，生生他是注解的是可止分段生死之身与变异生死之身，啊，他有挂图解释。此处则指菩萨变异生死之身，啊，特别告诉我们。 不是直分段啊，分段已经了了，又深深者，乃二愚之一啊。二愚是什么意思？ 生生之苦报，与烦恼之参与，就是烦恼的习气。生生是苦果，烦恼是感应，此二俱尽，明之二余俱尽。 这两种习气都断尽了啊！下面说的很好，如慧所曰：“生深者，是苦果一生。” 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是身身呐，我们所受的果报苦啊，谁受苦呢？深人受苦，没有这个身，就没人受苦了。有这个身，你就得受苦。 啊，那么人为了这个身呢，历苦得乐，造无量无边的罪业，这是大错特错啊！谁知道啊？佛知道。 所以佛常常劝我们，把这个身舍掉，舍掉，你就没有苦了。纵然有苦，谁受呢？没有受苦的东西了，这是个受苦的东西。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东西享乐，享乐是假的，吃苦是真。的。 啊，为什么呢？乐极生悲，乐尽也生悲。尽是什么？乐没有了，悲就显现前。 乐不能够长保，悲好像是常跟着你，这真正叫人生的大苦啊！啊，二六道众生把这个身看得这么重，什么都能舍，这身不能舍。 啊，这里头有个什么现象？你不能舍身呢，就是你的苦还没吃够，你的苦还没吃完，你得慢慢去说，去去吃去。真正觉悟了，身是苦。 他就不要这个神了。那些人无色界的天人，这是六道里头最聪明的人，他不要神了啊，身为苦本。 中国在两千五百年前，老子说过：“他说，吾有大患了、啊，患是忧患了、啊。我有很大的忧患，是什么呢？为吾有身，因为我有个身体，这身体是。” 是祸害，那没有身体多好啊！所以，无色界人不要身体。三界里头最高的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哎、嗯，无色界人没身体。 人就聪明，六道里最聪明的人。啊，身体不要了，居住的方式当然更不要了。啊，有身就得要有居住的地方，叫累赘呀。 没有身体，饮食不要了，啊，住房子不要了，啊，行动的时候不需要交通工具了，真的，啊，无色界，我们可以用灵界来称呼它，这世间人家灵魂嘛。 啊，那个地方是灵魂的事情。啊，他们决定不回去投胎，投胎就找个身体啊，他不干这个事情。什么力量？啊，或者是什么样的能量？ 支持他们。我们一般人称他为灵魂，他是个很聪明的灵魂，他不糊涂，糊涂就去投胎去了，他不糊涂，可是他还是有寿命。 寿命很长很长，八万大劫啊，飞翔飞飞翔天，寿命八万大劫。诸位想想，阿弥陀佛。 修成极乐世界是五界修成的，无色界天人的寿命是八万大劫，这个不可思议。 极乐世界修成到现在才十劫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六道众生有八难。 八难第一个就是长寿天，就是世界天。啊，你要跑到世界天去，你就遭了难了。为什么？八万界当中遇不到佛法。 八万劫多长时间？阿弥陀佛从法愿修行，建立西方极乐世界，总共合起来是十五劫的大劫，十五个大劫。啊，你要升到无相天。 八万大劫遇不到佛法，真的是遭难了，不是假的啊！天上能不能去？在这个经上，世尊一再劝我们。 遇到这个佛法大幸呐！听到阿弥陀佛是大福报啊！真正能依教奉行，你这一生决定往生，决定成佛，就在当下了。这个机会多可贵！ 都难得了！啊，所以经上所说的“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”。 的人生最可贵的，就是有缘遇到佛法，啊，遇到你要能信能解，你就得度了；遇到不相信不能解，也有利益，利益是一入耳根。 永为道种，将来来生后世啊，遇到缘，这个种子会起作用啊，会让你佛对佛法升起信心。你有佛种，你听到阿弥陀佛。 你跟极乐世界有缘，这是无上的理了，没有比这个更高的理由。啊，但是呢，你因为你不相信，你不能理解，这一生不能成。 未来生后世啊，种下了种子。啊，我们把慧书这一段话呢念下去，生生的是苦果一生，正是苦地。 烦恼是见死等活真是极地啊，四地里头苦极世间的因果；二余呢，就苦集余残也，就是西气，菩萨。 能断真实，真实是烦恼；即习气，无有残余，除过三界，立父母生生，由乐果腹，喜断尽，故曰俱尽。 啊，菩萨把见思烦恼断了，断净了，习气也断了，他不住在六道了。三界就是六道，六道里头有父母身身，六道之外没有了。啊，四圣法界里头，声闻。 圆觉菩萨佛，都不是太深啊！四生里头，他们只有一种化身。这四生呢，天道里头、鬼道里头都有啊。 超越六道啊，这个四身就没有了，只有化身啊，化身不需要父母啊，啊，有漏的这些果报啊都没有了，都尽了啊，这是阿罗汉以上所证的。 又尽心欲，生生在报烦恼呢是苦因，因果二语皆以禁锢啊！这个“鱼就是习气，又静言术语，生生苦报。烦恼是祸因，就是迷惑颠倒因。 此二参与习气、借息灭尽，古云“二日俱尽”。啊，这个二一个是从果上，一个是从因上。啊，果上就是六道里面的生死；因上呢，就是见死烦恼。 这两种都断了，习气也断了，啊，是这个意思。<coughs> 就近一乘，一乘成佛唯一之之道，最极圆顿之教法。 啊，这是一乘的意思。啊，乘是车的意思，车有运载的功能。啊，佛说法呢。 常常用它做比喻，啊，如何把众生从六道轮回，把它运送到大般涅槃？啊，从人道把它运送到佛道，所以用这个做比喻，小陈<臣>小车。 大车，大车，啊，古时候大车是指马车，啊，马车可以坐十几个人，啊，小车呢，羊车、鹿车，只能坐一两个人。 啊，现在科技发达，这大车、车火车，一列火车可以坐几千人。啊，小车、小城，像一个小摩托车，只坐一两个人。 啊，取这个比喻，《法华经》上常说的三成佛说的很好啊。如来出现在世间，我一说一成法了，无二又无三。 出佛方便说，我们就知道了。佛真正要教我们的，是究竟一乘。究竟这一生决定成佛去了，不是菩萨，不是罗汉，罗汉是小乘，菩萨是大乘。 啊，佛的本愿是希望我们在这一生成佛。啊，像弥陀的本愿，前面我们念过，一切皆成佛，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、啊。四十八愿是成佛的方法。 啊，目的呢是一切皆成佛，成佛唯一只智道啊，这个智是达到了基础啊，就是下面说的最极圆顿的叫法，这叫智道啊，唯一的智道。 那这一部经当之无愧呀，一成经，古大德为我们判定的三部经啊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当中。 华严、法华、梵王啊，《梵王经》没传到中国来。啊，传到中国来的《梵王经》是《梵王经》里头的一篇，就是受戒的。啊，这一篇专门讲菩萨戒。 那么无量寿经是不是一成经呢？无量寿真正是就近一成。为什么？华严法华到最后的圆满，都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诸位到华严经到最后。 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第五十三普贤菩萨，十大愿望，道归极乐。善财童子真的究竟圆满了。什么方法真的？往生极乐世界真的。那么这一部经专门讲极乐世界。 专门讲往生不退成佛，这不是究竟一成吗？啊，是,是最极圆顿的教法了。啊，臣为车臣。一遇佛之教法。 教法可以再运行人，等于涅盘彼岸，故名为成。啊，古时候读音读去声，读圣。啊，我们的随顺随俗，大家都念成，我们就念成。我们念圣，他他听不懂。 啊，不随俗就很麻烦。我们还是帮助啊这些俗人。胜曼宝窟上卷说：“一成一成者，至道无二啊，故称为运用自在莫知，莫之为成。 的《深曼宝库经》上说的，也说的很好啊！一尘，如来教法当中，至高无上。 成为一成了啊！运用自在，这就是讲的善巧方便。那么尽宗法门，若说是善巧方便呢，真可以说排名第一啊！它真简单，容易。 文当，效果无比的殊胜啊！就是一句佛号、啊，六字四字都可以啊。心上只有佛号，除佛号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 这真正是最极云顿的叫法，那这个法门就是九进一成啊！我们这一生真的是幸运呐、啊，不但遇到大成。 遇到大成当中的就近一成，云，无比殊胜。能不能成就呢？就看自己的善根福德。啊，什么叫善根呢？我真相信，我真明白了，这善根。我真正发愿，我真正念佛，希望往生极乐世界。 这就是福德，善根福德通通圆满，你决定得生，你这一生当中决定去做佛了。啊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这。